我们今天来看看吉姆尼的改装。我们的 Fortuner 呢已经基本上改装完毕了啊，当然这是一个轻度的改装，适合于穿越和城市的一个驾驶。但是做完 Fortuner 的改装之后呢，我们还是要继续啊改装我们的吉姆尼，因为吉姆尼真正是将来啊硬派的穿越，那硬派的攀爬，包括将来一个非常重度的一个越野，都是需要使用我们这辆吉姆尼。今天大家看到的版本呢，只是一个非常非常初级的版本。我想把这个吉姆尼车内的整体的这种框架式的改造呢，做成上下两级。今天我们大家看到的就是上级。我们现在啊，看一下最近我对这个车的啊一些小小的改动。我们这里加了一根横杆啊，这里加了一根横杆。这里加了一根横杆，这里加了一根横杆，这里也加了一根横杆啊，包括这边也加了一根横杆。主驾驶位这个地方，我现在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螺丝啊，我们到时候会和这边的改装是一样的。那现在呢，我下车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这样改装。我们单反没有电了啊，那我现在用 GoPro 的广角啊，给大家看一下车内到底是怎么布局的。吉姆尼最大的一个特点啊，就是轻。那它的空间因为轻也特别的小，所以说在使用吉姆尼已经一年多一点点的时间了啊，而且这辆车的里程数已经达到了超过了30,000公里。那我一直在想着如何能将我们的吉姆尼最大化的啊发挥它的空间，尤其是它的头顶的空间啊，头顶的空间是非常大的啊，我一直在想这个事，而且包括在网上我看了很多的改装件的选购，但是没有一个，说实话没有一个让我满意。那我们现在就做了中国应该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做过这种改装啊，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设计理念呢，就是说尽可能的利用我们头顶的空间去加大一些储物的空间。我们可以看到哈，吉姆尼后边这个空间是非常小的。这个盒子当时也是我定制的啊，我自己做的，我家里给我做的啊，做的也非常，我也后来也做了一些改动啊。这个盒子放在这儿可能不是特别合适，但是这个盒子呢是为了放在啊这边的，把这个盒子竖着放的，大家能在婚纱达克那集里边看到啊。然后为什么做成这个样啊，为什么不是特别宽呢？因为这边的空间除了这个盒子放在这儿之外，这个地方的空间我是量过的，我们可以直接把整个的备胎完完全全放在这儿，因为备胎和这个工具箱都可以完完全利用这个不是特别宽的啊这个车内行李架放下。所以说这是我设计后边这个储物盒啊，到时候我们出去的时候可以放在这边，它的一个原理。然后大家能看到啊，就是这么点的地方的储物空间啊，而且我们后排有的时候还需要放一些衣服什么的，所以说我就一直在想可不可以把这些越野的东西啊，越野类的一些东西，包括链子什么的啊，我们可不可以找一些其他的地方去存储，因为放在这里边大家能看到啊是很局促的这个空间。所以后来有一个想法啊，就是把原车的扶手啊我想进行一下改造。现在大家能看到啊，这就是我们那天啊，刚才大家看了一些我之前做焊机啊，做整个备件啊这些视频。那现在大家能看到哈，这边呢我目前的想法就是说这边我们放一些拍摄用的啊设备。那这边呢我想着是啊做一些越野类的设备的存放。那大家能看到啊，这些包括这些这个动滑轮什么都在这儿啊，我现在还没有做完，这只是上级啊，下级我们会做一些这根根据这根啊钢管啊做一些拓展。那大家能看到这边啊，这边是我想做一些挂衣服也好，我们想做一个 GoPro 的机位啊，把 GoPro 放在这个地方，这个机位放在这儿，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非常合适的，因为这个角度可以我们通过这个地方啊拍到前面我们遇见的很多路况。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给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呢，首先我们是利用了原厂的扶手的两个螺丝孔位啊。那原厂的这种扶手呢，只可以抓啊，不可以载物，而且放的很少。我们这种呢，就是
利用啊这原车两个螺丝孔位，我们加长了一根铝合金的啊横杆。这个横杆呢，第一啊也有这种把手的功能啊，而且比那个还要结实，因为那个是硬塑料的，这个我们是用的是不锈钢的啊。第二个来说呢，我们可以在后边拓展出很多空间啊，来放一些我们的拍摄的设备。这是耳机，这是 GoPro 的一些连杆啊，包括一些它的东西。这个呢可能由于当时我们的选材问题啊，不想太选太粗的这种铝合金杆，这个呢这个地方可能比较细，所以我加了一层皮子啊在这儿，这样我们可以比较方便的固定这些东西。这根呢我到时候会做一个演示啊，到时候等到夏季的时候我们全部都改完啊，我们到时候一块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固定的这个东西啊，卡扣，这种 GoPro 的扣啊， GoPro 的固定杆会放在这里，我们去有一个前半的视角。这边呢和刚才一样啊，也都是用原车的扶手的螺丝孔位安装的啊。这个这边呢啊也都是一些越野的装备，到时候我会加更多的东西在这儿啊，而且还可以进行一个布局，到时候大家我们下集的时候看一下啊。这个就是整个我们后边这三根杆啊，目前的一个状况。这根杆呢是我们直接焊在了车顶啊，车顶的横梁上，一个横梁上。所以大家能看到啊，这个虽然说我们是有一个储物和一个拉拽的功能哈，但是还有另外两点。第一点就是我们这个是中空的啊，我的想法是利用所有的这个空心管，把可以走我们的一些 USB 的充电线。你比如说啊，这种的 USB Type C 的充电口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地方啊，穿过来啊，然后形成一个什么呢？形成一个整车的我们走线的贯通。也就是说，将来如果我们安装气泵也好，将来我们安装很多的通电设备也好，包括车载的冰箱也好，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根线啊。这根管子通过这些线，我们来把我们电源顺到我们想要顺的地方啊。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一直想做一个横格状的啊，上边放衣服的这种横架，这种架子它是有需要承重点的，所以说这几根管子啊，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承重的。Hello， 我们接着说哈，刚才有个朋友过来了啊，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我一直想做一个储物的这种隔断。这种隔断呢，我觉得还真的很有必要，放一些干净的衣服在上面放。所以说，如果没有这种横杆的话，我们很难将它固定上。这就是下集的问题了。下集我们会把整个的这个东西装上，给大家看一下。然后这边呢，也可以起到一个固定的作用，也就是说三个位置去固定我们这个金属网的托盘啊，这个我觉得可以，没问题的。那前边呢，这两个啊就是比较特殊了，这个我们还可以打开遮阳板啊。这个焊呢，我们是用一个不锈钢的铁条啊把它焊住的，这个我觉得还是很结实的，我们可以固定一个向下的 GoPro 的机位啊。也就是说，我拿单反做一下举例啊，我们可以这样做一个啊 GoPro， 类似于 GoPro 的固定啊，我们可以向前有一个视角，另外一个我们朝后啊也可以有一个视角。那这个杆呢是另外的一个作用，和刚才也一样，我们可以把线啊从这儿穿进来，也就是说我们将来的LED 灯啊，包括顶灯，包括我们的绞盘，包括我们将来还要在这儿做一个中控的啊这个置顶的开关啊，包括我们的后锁，很多的线啊我们都可以从这上面做。然后呢，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固定一些无线电啊，很多东西都可以固定在这儿。当然，我们这个东西地方也不是特别的挡视野啊，我们也可以把这东西放在侧面。然后这边呢就比较特殊了，这边是用的不锈钢管直接焊在里边的，然后这个更结实，这个可以在我们在一个越野的时候啊，如果这个视角是朝下的啊，我们可以抓住这个啊，往下有一个施加力的作用。这边呢也可以，我们在侧倾的时候，这个我们也可以抓得很结实。然后呢，下集里边我会把这个地方啊开一个孔，做一个置顶的开关盒啊。这个开关现在已经应该是到了，我们现在还没有想好啊，到底是该怎么做。这个呢，我到时候会在下集一块给大家展示一下，包括我们的具体的功能啊，也就是说这些里边走线啊，这些东西的承载啊，这些东西的啊很多
如何该去装什么样的东西。那我们呢都会到时候给大家一一做一些介绍。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拜拜。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